新港和平宫是嘉义县重要的庙宇之一，庙方刚刚从选举也备受到各界的关注。目前启动着选举的作业，六月四号开放登记参选。现任的董事长何达宏也有意争取连任。一早新港街就因为桃园好夜会回宫进香相当热闹，同时间新港和平宫也开放信徒登记参选第十一届的董干事。因为全台湾性选举就是新港和平宫算直接的、直属的选的。啊！即希望咱信徒大家多多出来投票。根据了解，新港红林宫当干事选举相当激烈，除了必须有新港红林宫正式的信徒资格之外，参选必须缴纳100,000元的保证金。截至到六月25号上午12点，包括卢明生、李宗佑、陈炳春、李进兴和达宏等人拢已经登记参选，和达宏竟有意争取董事长连任。啊！就弟兄姐叔咯，哦，弟弟拜托我个当来做这个，好啊。这个洪天江当主长，啊，这是一个重担。哦，那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吸收招一寡大家好朋友，哦，这个服务团队的，哦，成立一个新港洪天江服务团队来为咱这来服务。庙方表示，依照往年经验，每一个台有20位人士登记，要争取15名当干事，最后才由当干事选出着新任的董事长，离当干事选举日28月6号登场。孙新、柯耀宏、新港乡采访报道。